邀您观看《烈火军校》，孤雁真追爱攻略，浪漫携手，甜蜜出游，携程一站式服务，贴心更安心。好，接下来有没有人要上来试一试的？嗯，放松。敢不敢上来试试？教官，我啊。教官，我要是拿刀劈中你咋办？你尽管来。我如果被你劈死，算我倒霉。大家也都做了见证。那要是你劈到我咋办？那就算你倒霉。啊？那算了，教官，我不敢。少废话，上来。下次下劈，记得先举刀再进马，边举刀边向前冲，中门打开，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下去。怎么样？还有谁想上来试试的？谢良辰。啊，叫我。这里还有别人叫谢良辰吗？啊，良辰，你小心点儿。你的问题不在于技巧，在于你根本没有一颗取胜之心，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。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保证你绝对不可能从这里毕业。回去好好想想吧。下去。接下来还有谁？
朱远林。啊，上来。教官，我今天有点肚子疼。那你没事站起来干嘛？上来。来啊。小心啊。怎么，今天又挨骂了？李忠心说你不行，毕不了业，对吗？你都知道了，是我太笨了。要不这样，每天晚上你到这儿来找我，我来教你。教我？李忠心不是说你不行吗？我能让你变成全校第一毕业。我第一名？不不不，我只要不是倒数第一就可以了。来，过去。教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练得不错。教官教得好。我们继续啊。啊，不了。啊，你自己练吧。哦哦。教官慢走。下去吧。朱艳林，上来试试。啊，教官，又是我。不然呢？你想让我点谁？
就你跟谢良辰打。切，净挑软柿子你。你说谁软柿子？说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梁晨，你放心，哥下手不会那么重的。梁晨，扮猪吃老虎啊你！没事吧？好了。别躺在地上耍赖了，起来。谢良辰，不错，有进步。谢教官。厉害。你的技术啊。顾元真，起来了。有病啊，大半夜不让人睡觉，有病啊。你傻呀，听着声音就知道出事，快穿衣服。全体都有，出发。不知道，怎么越开越远呢？坐过去。前面这里，表面上是一家仓库，但实际上是一家非法拘禁、贩卖劳工的据点。我们收到的情报指出，最近这两年发生在冯安的几次大型非法拘禁、虐杀华工事件，都跟这里有关。警察厅的人已经监视这里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我们听到风声，警察厅有内鬼，他们收到消息，很有可能在今晚会转移，所以司令命令我们协助警察厅的人立刻逮捕这批人。他们应该受雇于国外势力，他们的武器弹药充足，很可能会有重武器，所以你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还有这个地方24小时都会有人把守，而且配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猎犬。注意，这次不是演习，都是真刀真枪的。你们没有人会跟你们讲经验，没有人会对你们手下留情。任何一点的失误，你们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虽然你们还没有毕业，但正如你们入学第一天我告诉你们的，国家大局如此，你们必须时刻做好面临战争的准备。不经过鲜血洗礼的军人，也不叫真正的军人。我希望你们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，这几个月的训练没有白费。行了，我们现在来布置一下任务。沈君山，你带一队人从1号门牵进去，拔掉1号瞭望哨，接近1号目标，等待进攻命令。顾延真，你带一队人从西边牵进去，拔掉2号瞭望哨，接近2号目标，等待进攻命令。10分钟以后，我会发射红色信号弹，所有人同时发起进攻。记住，没有得到命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。所有人完成任务以后，按原路返回，不要轻敌，不要手软，保护好劳工。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，保护好你们自己。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出发。是。
抓过来。喂，快点儿。干嘛呢？这么半天。人多，那就是仓库。我绕一圈，从后面走。小心！走！这是一种简易爆炸装置，一般会在放置五分钟之后爆炸，含炸弹，也有可能含有毒的化学物质和生物毒素。定时装置相当于开关，现在开关处是断开的，
一旦时间到了，连通引线所形成的爆炸能让我们所有人炸向三米高空。说这么多，我们到底该解哪根线？还有定时装置，开关在左边，引爆器在右边。我认为应该解黄色线或者绿色线。到底黄色还是绿色？黄色。火速剪刀。哎，也有可能是绿色线。大哥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？黄色线。你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只在书上看到过。那我讲黄色了。为什么讲黄色？黄色一定会炸的。我信不过你，行不行？好了没有？快点！别选，要不都剪了吧。去近战。是黄色吗？可能是，但是。是我的，季季，朱远离，带着走。来了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快！
把你们的枪全部放下。军校，够能耐！一群学生兵就把你们打成这样了，脑袋都被狗啃了！一群废物！你们这里谁主事啊？是我。哼，是你啊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们跑到我家里来，开枪杀人，不让我睡觉，还问我想怎么样。我们立场不同。立场不同？立场不同扯什么蛋？大哥，我只想赚点钱，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。你为什么要杀我父母？我得罪你了吗？他们又得罪你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你帮着外国人贩卖自己的同胞，谁给你脸说只想赚点钱？让你说了吗？我让你说了吗？陈俊山，别动！俊山，俊山，这件事已经通天了，现在倒引公署、警察厅、军队全都盯上你了，杀了我们也无济于事。不如我们各退一步，允许我们花钱买命。哼，花钱买命？你有多少钱？多到你干一辈子也赚不到。好大的口气，可惜我没这个福气。诸位，再见了！把他们都给我毙了！
小姐。说。城外的木材厂给端了，武兵被抓，是烈火军校的人干的。烈火军校。吕教官，三十四号好。不早了，我等你一个小时了。我昨晚睡晚了。哎，我有个东西没拿。来人！哎，教官，这天不能洗澡，洗澡会死人的。站！对于你们昨晚英勇的表现，学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，并会把这件事情上报给军部，为你们争取嘉奖。很好，不愧是烈火军校教出来的学生，我为你们骄傲。谢谢吕教官。谢教官。可以啊，燕真。燕真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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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就是我想要的。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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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燕真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啊，真的，是啊，这也不错。哎呀，顾燕真，昨天那个出场太帅了，哼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大家都在祝贺我。你怎么不吱声啊？今早也不叫我。啊，祝贺你啊。什么情况啊？那么心不在焉的，没一点诚意。季姐，走饭。季姐，怎么没看到沈君山啊？我正要跟你们说呢，君山住院了。住院？昨天我回来，他就一直在咳嗽，后来都咳血了，我就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了。我这不才回来吗？帮着外国人贩卖自己的同胞，谁跟你脸说只想赚点钱？我让你说了吗，梁晨？我让你说了吗？陈金山，别动！哪家医院？市立医院。哎，梁晨，今天不是休息日。我们这几天抽空看看他吧。吃饭吧。沈君山在哪个病房啊？在这排第一间。好，谢谢。多少喝一点，润肺的。谢同学，你来了。我来看看君山身体怎么样了。君山高兴，快进来吧。嗯。谢兰晨，走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学校没课吗？有的。
我听季锦说你受伤了，就想来看看。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没什么事，小伤。可不是小伤，大夫说了，你要少动，多休息。你呀，最好在这里住上一阵子的准备吧。没那么严重。严不严重你没有发言权，大夫说了算。好像我就是学医的。你学的是医别人，可没学过医自己。你呀，就是这样，喜欢小题大做。你从来都是马虎大意。谢同学，你喝水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同样都是念军校的，谢同学看起来就好很多，安安静静的。谢同学家是哪里的？北京。北京有很多学校啊，军校也有。谢同学怎么想到来顺远上学呢？我喜欢顺远。喜欢顺远？外面现在局势这么乱，这边很多人都携家带口的往南边走呢。顺远是国家的门户，人都走了，谁来保护自己家的大门？你又来说教。谢同学话很少啊。沈君山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懂拆弹吗？不懂。那你还听我的？反正都要赌一把，而且我相信你。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。是啊，所以我相信你。谢良辰，别太妄自菲薄了，其实你是个挺优秀的人。谢谢你。谢同学跟君山关系很好啊。哦，沈君山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帮助我，我很感谢他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不多坐一会儿。不了，下午还有课。再见。再见。秦柔。啊？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你平时可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啊。我们是同学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说一声，在这等一等。想什么呀？站住！干嘛呀？这是烈火军校，外人不能进入。我是外人吗？反正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。我是军属，以后呢就是军嫂。有你这么跟嫂子说话的吗？你知道嫂子多不容易吗？当兵的什么时候上战场说不准。我一个人得在家又照顾爹妈又照顾孩子的，担惊受怕不说，什么时候成了寡妇都不知道。你们当兵的找个媳妇儿多不容易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们两个要是因为两地分居感情破裂就此分开了，你不愧疚啊？反正俗话说得好，宁毁一座庙不坏一桩婚，坏人婚姻犹如杀人父母。当兵的能做杀人犯吗？不能。那你俩也得登记一下。好吧，登记就登记。什么事啊？这话说的，没事不能找你啊。有事儿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我看你不像有事的样子。我真有事儿。白马路居海阁后天有个宴会，你陪我去啊？凭什么我陪你去啊？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情侣关系啊。假装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死缠烂打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是是，我是帅了一点，我是一表人才，但你也不能爱上我呀，我不会喜欢你的。鬼爱上你了，我是抓你来凑数的。那你怎么不找别人凑个数啊？我不认识别人了呀，整个树园我就认识。最主要还是因为你长得帅，带出去有面子。还算你有点眼光。你答应了？不去。鬼眼神，你跟我差不多得了。干嘛？我跟你说了，你跟我一起没有好处的，我怕你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喂，舍得回来了是吧？啊？我你说话你没听见啊？哼。要不是我跟教官替你求情，你早就……你干什么去啊？干嘛？还带强迫的？去不去？我不去。太多彷徨，太多快乐和悲